你愿承受结果。你们俩不准提我爷爷的名字。容许我维持自我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无数夜无尽回响，以前有我们做客，见见我们大王。谁要见你们大王？丫头，这可由不得你。曾以从前受灼伤的痛楚，千万记得，也伤得红姑娘。至于这个金少侠嘛，随你处置。靠近半步，看你们要不要拖着我的尸体回去见秦王。公孙姑娘，把剑放下。那你们现在就让我们离开，不准跟着我们，更不能让其他秦军跟踪我们。想得美。好，那你慢慢想。我的命在我手上，而你们的命是在秦王手上。你。走吧，师兄。师兄，快！师兄，就这么放走他们？不出几日，不必劳驾咱们，公孙立自然会到咸阳。